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第二位同学，来自于长庚大学的胡许佳，他的决赛分数是 41.5 分，目前累积的积分是115分。然后他今天呢选的歌曲呢都是他自己的自创曲，所以让我们掌声欢迎胡许佳来。哦，所以你这次要先介绍要弹的这一首歌是，第一首是白色吉他，就跟主赛一样。对，那希望你今天呢有更好的表现喽。好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
第二首就是我的另外一首自创，然后叫做海边的 Cresta， 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冷，好，那我要开始。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，谢谢。掌声给我们的胡许佳。